乐视体育正在收看乐视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联赛海门赛区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山东鲁能 U15 对阵江苏苏宁 U15。画面中身穿橙色球衣从左向右攻的是山东鲁能队，身穿白色球衣从右向左攻的是今天的客队江苏苏宁 U15 T队。 今天是 U15 联赛的第二个比赛日，在昨天的比赛中，两队分别是进行了一场比赛。山东鲁能在昨天的比赛中是以6-0的比分大胜云南足协，而江苏苏宁 U15 则是在昨天以0-3的比分不敌另一支江苏球队科地源。 下面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名单。鲁能这边的首发是这样的：1号门将侯金江，3号阿布赌热和曼。 4号詹双雷，5号阿布利米提，6号杨振宇，7号张兴亮，8号李明盘，10号石岩，11号高柏涵，14号李宗儒，17号房志毅。其中5号队员是场上的队长。 江苏苏宁队这边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是22号郑豪，23号史进宇是场上的队长，6号卢杰，15号陈浩，3号顾嘉义，2号张明杰，10号张宪兵，13号文耀龙，16号丁云峰，7号李哲光，还有29号张杰。 现在球还控制在苏宁队的脚下。就在昨天，中国足协是公布了这一期 U15 国少队的一个集训名单，两队队中也是分别都有队员入选了最新一期的国少。 目前的这支山东鲁能队队中一共是有6名球员入选这期国少。
江苏苏宁这边则是他们的十号队员张宪兵入选。场上应该是有队员受伤倒地。其实这种低年龄段的比赛，相比于成人联赛，比赛的流畅性还是稍对欠缺。球在鲁能的后场进行一个倒角。一个边路的突破往禁区里带，在禁区里摔倒，但是裁判没有示意。现在是山东鲁能队的角球，角球罚出来第一点被鲁能球员顶到，和进球擦肩而过。今天南通海门市的温度也在10度左右，加上有风，体感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坐在替补席上的替补队员们也是穿的比较严实。现在是苏宁队的一个进攻，队友示意他分边，他没有好的机会往回传，还是小区域的配合。鲁能的队员在防守的时候，整个站位、整个阵型都是比较有系统的。刚刚也提到了，在昨天足协公布的最新一期国少队的集训名单中，鲁能成为了这一期的国少球员第一大户。而这一支山东鲁能 U15 梯队也是被认为是这一阶段赛区的10支球队里面实力最强的一支。
这一次的 U15 联赛一共是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十支队伍参加，除了现在为您直播的鲁能和苏宁两支队，另外还有上海上港、恒大足校、青岛中能、杭州绿城、江苏科地园、云南足协、深圳足协、成都唐湖外校，一共十支球队。可以说中超、中甲、中乙的俱乐部梯队都有参加本次比赛。入选了国少队的球员，他们将在4月5号前往北京进行集结，而4月5号也是本次 U15 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比赛结束的当天晚上，这批小队员就将前往北京进行集训。裁判示意是鲁能队的队员犯规。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乐视体育还将为您带来另一场 U15 联赛的直播，是由深圳足协对阵杭州绿城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候关注。
从这段时间的比赛可以看出，鲁能队他们相对于这个控球是比较讲究的。这次进攻应该是经过了不少于十多脚的传递，然后由进攻队员完成了打门。鲁能在边路的一个配合，但是没有传过去，球现在在苏宁队脚下，还是边路的突破，同样没有传过去。这脚传球被苏宁队员断了下来，但是裁判示意是越位了。现在苏宁队的进攻，七号队员带球横向突破，回传，没有好的机会。
山东鲁能队获得一个角球。角球发出来第一点没有人抢到，哎，哇，这个球差点形成一个近距离的吊门，苏宁门将奋力把球扑出，还是山东鲁能队的角球。看看这个角球，地点还是没有人抢到，禁区内的混战，门将将球扑了，扑到怀里。苏宁队这个球又没传好啊，这个球看能不能传过去，哎呀，裁判判罚了点球，刚刚是门将出击的时候把对方的已经形成单刀的球员扑倒了。鲁能的队医紧急进场看一下这名队员有没有大碍。其实在刚刚那次进攻中，鲁能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单刀，门将也是迫于无奈出击。刚刚造成这个点球的是山东鲁能队的十号石岩，他也是入选了最新的一期国少队，现在站在点罚球点面前的是鲁能场上的队长五号阿布利米提，这应该是一位新疆球员。球进了，这名五号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是中后卫，同时也是该队的队长。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山东鲁能 U15 队1-0领先江苏苏宁 U15。
场上应该是有苏宁队的球员倒地。啊，鲁能队是做出了换人调整，刚刚受伤下场的十号李岩应该是无法坚持比赛。换上的是六号队员杨振宇。刚刚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啊，是鲁能队这边出现了两个六号，然后教练组把刚刚替补上场的球员叫到场边去，在他的球衣后边加上一个数字，这位刚换上场的球员应该是26号杨一超。鲁能队这一系列传球从左边路成功，经过3-4次传球传到右边路。刚刚就强调过，鲁能是一个脚下控球技术还比较细腻的一支球队。这下底传中，第一点，外围还有，苏宁及时将球解围。外围的打门打在防守队员身上，还在鲁能队脚下，下底传出来了这个球，头球顶偏了，14号队员李宗儒。有一个推人的动作，
裁判在看表，上半场的比赛估计快接近尾声了。江苏苏宁队之界外球，哎呀，这脚传球又出现了失误。11号队员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示意这是个球门球。这个球没有越位，看苏宁队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回敲，往中路带，尝试直接打门，但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内。一个传中啊，中路第一点是没有人顶到，再打被门将给扑到了怀里。又是鲁能队的进攻，外围直接打门，门将大脚把球开出来。这脚传递，队员之间没有达成默契。看看苏宁队的这次进攻，连续的带球，只要打门稍稍打上一个力度或者是角度的话，可能会更具威胁，但是打得太正，直接就到了门将的怀里。
山东鲁能队的界外球。这个球，后卫及时解围。鲁能的这个防线已经压过了半场，这记攻门也是没有太大的威胁。尝试打一个长传冲吊，但是苏宁队的十号球员在刚刚鲁能两名后卫的贴身加防之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大脚的转移，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山东鲁能队凭借着一粒点球1-0暂时领先江苏苏宁。我们稍事休息，将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的直播。
视体育正在收看乐视体育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17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5 联赛海门赛区的比赛。现在场上的对阵双方是山东鲁能和江苏苏宁 U15。进入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山东鲁能1-0领先江苏苏宁。门将及时出击，把球破坏，球还在鲁能队脚下。本次 U15 系列的赛事上下半场都是各40分钟，总比赛时长是80分钟。今天场地上的风也是比较大的，风速对于传球的线路也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看这次鲁能队的进攻，外围尝试直接打门，一个贴地球被门将扑出，还有二次进攻，看能不能打起来。传中没有传过去，分到另一边打门。哇，这次门将鲁能队的角球，一点罚到前点，尝试一个倒钩，但是没有打上。感觉鲁能队队员是越打越有自信了。
鲁能队在场上的三号和五号队员都是新疆籍球员，这两名球员呢看上去身体非常占有优势。一脚横向的传递，哎，另一边是空了，但是队友没有及时跑到该跑的位置，球还在苏宁队的脚下，尝试一脚向前的传递，但是前锋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包抄之下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是江苏苏宁队的一个球门球，场上好像又是出现了队员受伤的状况。江苏苏宁队的十号张宪斌刚刚一直是蹲在地上。张宪斌这名球员目前是苏宁队中唯一一名入选本期国少队集训的球员。
现在是江苏苏宁队的一个前场定位球，尝试着打边路，回敲，横向的传递，但是这个赛场球丢了。现在是鲁能队的一个快速反击，分到边路，这个球要是有队员在中路爆抄的话是很危险的，这叫打门偏出了。江苏苏宁队的场上队长23号球员，在昨天的比赛中，他是踢了半场的前锋，半场的中后卫。23号球员史靖宇，场上的队长。又是鲁能的一个快速反击，但是没有打起来。这球还有，裁判鸣哨了，这个动作是要吃牌了，裁判赶紧示意队医进场，刚刚应该是有一个蹬踏的一个动作，在铲球的时候应该是和对方的身体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其实今天的温度还是挺低的，体感温度应该会低于10度，在这种天气里面受伤，对队员们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参加本次比赛的 U15 年龄段的十支队伍的所有球员都是出生在2002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之间。这个球门将轻松把球拿到，鲁能应该是再次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了。这个换人是刚刚上场的26号球员又被换下场，上场的是15号。
刘航宇。刚刚的这名26号球员是替换受伤下场的10号李岩。鲁能队的进攻，禁区外摔倒，裁判给了一个定位球。这个禁区弧顶的位置是相当危险的。球队队长5号阿布杜热和曼。哦，不好意思，是阿布利米奇，另一名新疆球员站在了这个罚球点前面。直接打门。这次苏宁的快速反击差点就打起来了。山东鲁能队这边的两名后防大将3号和5号都是新疆籍球员，不仅在外形上长得很相似，连名字也很像。看看这个球还是由阿布利米奇来发，还是7号张新亮，两个人都站在了这个球前面。这个定位球比刚刚的定位球稍远一点，但是也可以选择一脚直接打门。一个虚晃，是一个配合。这脚外围打门打得稍微有点正。是由3号阿布杜热和曼完成的。那苏宁抓住一次快速反击的机会。没有好的机会，先回敲，横向传递。鲁能在防守的时候，整个后防线上每个人的站位、每个人职责都很明晰。
这一脚传球传的很有想法，传中。哎呀，又被鲁能队员断去。鲁能队获得一个角球。哦，裁判给的是一个界外球。看看鲁能队前场是四打三，队员上来了。苏宁队把球分到边路，看看中路有一名队友，分到另一边，没有传过去这个球。双方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攻守转换打得非常的犀利。哎，这个球空了，哎呀，自己竟然打飞了，这是个绝佳的机会。看场上的小队员自己也是显得很懊恼。14号李宗儒刚刚替补上场的球员，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鲁能这边并不着急进攻，先是在中后场把球给稳住。鲁能队又上来了，这脚打门被防守队员挡到，补射又打高了。鲁能队近在咫尺，哎呀，这脚进了，
这个配合。打得很有鲁能成人队的一个风范。现在场上的比分是将山东鲁能队2-0领先江苏苏宁。看江苏苏宁队这一次反击能不能打起来，这一脚应该及时的分边。刚刚场上的十号队员应该是知道自己越位在先，就没有跑。从后卫上来了，这脚想要兜一个弧线球，但是角度没有压好。那鲁能这边应该是要一口气换上五个球员。苏宁这边进行了一个换人调整，15号球员下场。刚刚换上场的是江苏苏宁的19号陆涛。比赛还剩下大概10多分钟的时间，山东鲁能这边已经是有5名球员站在了第四官员身旁，准备要替补上场。
刚刚进行完换人调整的山东鲁能一开始就获得了比较好的进攻机会。这个时候苏宁队的十号球员倒在禁区里边，想跟裁判要点球，但是裁判没有示意。一脚向前的传递，传中，哎呀，这个球进了。看到这名进球的小将是非常的兴奋。这是江苏苏宁 U15 精英梯队在本次的 U15 联赛打进的第一个进球。28号队员向守卫，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山东鲁能队2-1江苏苏宁。山东鲁能队又上来了，刚刚上场的25号球员试图打一脚远射，感觉这段时间苏宁队的这个气势也是打出来了。边路的一个传递，还在抢这个球。哎呀，这个传球又出现了失误。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苏宁队这边也是要做出一个比较大面积的换人调整了，应该是有3名球员准备要替补上场。选择自己带球，边裁举旗示意越位了。
这个球裁判鸣哨了，给的鲁能的一个中圈附近的定位球。这个球被苏宁队断了下来，看能不能抓住机会。这个球被江苏苏宁队断了下来，裁判给了一个定位球，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这脚是选择直接打门吗？不过刚刚在禁区里包抄的苏宁队的队员也是比较少。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山东鲁能队是2-1战胜了江苏苏宁 U15 精英梯队。在今天下午2:30，乐视体育还将为您带来另一场。